可以帮我劝劝他吗？我儿子今年害的生老病死还不多吗？他如果已经下了决定的话，别人劝也没有用吧。果然跟自己越有关系的越难整理。因为我们整理的不是物品啊，是回忆啊。接下来怕你被我利用了。啊？八大戏剧台四十一频道，周日晚间八点，人生清理员阿趣，契机科技。